就是这个聊吃生。他的吃真的是软的，扁掉了，拿从水里面出，他就这样，哦，我吐水了，哦，马铃薯，哎，吐水，可以用徒手抓吗？可以，哎呀，把它抓起来。哦，要它为什么这么黏？肉酱卷饼海参。肉酱，对。Very good. Very good. 石锅香米海参。刚刚流鼻血啊！所以说嘛，我们的功效，海参的功效是不是非常棒？喜欢的话记得按赞加订阅，还有。